Douglas 厨具大改款。好，那我们介绍这一套的话是欧洲乡村风格，它在游击这个地方也是做的一个比较乡村风的一个设计。然后它内砍的话是一个隐藏式的抽油烟机，然后它的瓦斯炉呢，它搭配的是林内原装进口的一个三口炉，然后加了一个小烤箱。所以在平常呢，就是在料理的时候啊，烤面包啦，或者是小鱼都可以在这边使用。那下方呢，它还有结合了一个炉点烤，就是它有煎微波炉再加烤箱的一个功能。它的右侧这边的话，就是让你搭配可以放料理的、啊，还有一些那个瓶瓶罐罐的一些工具都可以放在这个区块。然后这一层的话，它做的是双层的一个紫外线烘碗机的一个功能。再看一下这边的话，它设计的话是一个水槽，然后它是韩国的一个大单槽，那所搭配的话是一个比较古典风格的一个水龙头。啊，再看一下它的门板的区块，它这个的话就是樱桃木的一个实木框的一个设计。然后在右侧呢，它这边还有做了一个玻璃收纳柜，它可以放置就是常用的一些咖啡杯啦，或者是一些茶杯，比较漂亮的。可以收藏起来，可以放在这个区块。然后到中岛这个区块呢，它是做了一个兼具吧台哦，是早餐吧。然后中间这里它是还有一个德国的，就是一个电陶炉，然后方便在那边可以再做咖啡啦，或者是泡茶之类的。然后下来这边可以大概看一下，它这个门板部分呢，它有特别在做的一个镂空的一个设计。Topless 台湾南区总代理保利名厨，欢迎您预约参观。